我们今天这个介绍第四章，然后希望能够把第四章上完，然后下个礼拜就是十号，对不对？十号我们就会考第二次，上次我就会报告过，就说我们第二次考试的时候结果还是很高，这样子是在我们的期中考的时候，学校规定的期中考考试提前一个礼拜，我想这样子对各位会说。好，然后呢？第一次考试，大家都考得非常好。哦，这个一般的成绩相当好。但是我希望各位啊，你不要第一次觉得不错，然后下次就松懈，啊、哦，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通常你只要考了这个四次，啊、哦，假如考两次。假如考两次的话，你期中考考得不错，然后期中考假如松懈的话，很有可能就上。哦，比如说两次的机会，那假如四次的机会的话，通常呢，啊，比如说你现在第一次你考得很好，第二次你要考20-30，这个还有救。哦，你这后面两次再拉上，这个还要 OK。但是我跟各位讲，就是说成绩上是可以拉上，但是通常你讲第二次下去的话，大概就很难上。啊，为什么？就好像你这个，那原来是站着，对不对？然后下一次你敢躺着，你说哇，躺着好舒服啊，所以你就一直躺着，你不愿意再站着。啊，但是这个情况也是这样，你讲第二次站下去的话，通常要再拉上来不太容易。哦，除非你这个人毅力很强，或者有第三者的力量介入。哦，比如说第三者的力量是你的女朋友或你的男朋友，所以再给我不及格的话，我不理你啊。哦，这可能就有啊、哦。那或者是你爸爸妈妈，你再给我不及格啊，我给你生活费。哦，这个也严重。那好，那。这个所以通常的话，你考第二次下去要上来，正常是这样。而且就是你第二次聊下去，通常是代表说你第二次的东西没有那么了解，那么你第三次的东西你也就比较难了。好，那第四次它更难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同学的成绩就是这样，成那个曲线什么漏。对数的，我们不是对数，那叫什么？是往下降，啊，就这样往下降，啊，就是这一个什么 ，gradient， 这个严格递减，啊，严格递减期限这样，啊，那这样就不好，对不对？因为通常我们第一次的考试啊，它考的范围。跟你高中或者是以前学过的东西是蛮有相关性，对不对？啊，因为总要有一些相关，你才可能学到新的东西。你不可能学一个新的东西是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啊，一点关联都没有，啊，通常不太可能。啊，所以你第一次会觉得说是你考得不错，啊，但是你会发觉后面你越来跟以前会的东西越不一样，啊，所以千万。这一个，假如第一次考好，哦，千万要记住，不要觉得说 OK 了你就没问题，啊，那反而是第一次考没那么好的，他考了以后会考得比较好，啊，因为他第一次就有准备，所以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啊，好，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啊，好，那我们这个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就是 Grandmother。那从我们这一章以后，我们真的就是在探讨我们一个电脑到底它的工作原理在哪。那这个跟以前比较不一样。啊，像我们讲的第二章或者第三章，啊，当然第三章有些电子的东西有点，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哦，那第二章介绍的那一些。整数啦什么，其实那些东西多多少少跟高中都有关系，对不对？我知道有些高中的同学，他们就已经介绍了二进位。哦，我以前有
看过有一些高中他们的考试，他们就有这个算那个二进制的，所以多多少少就有接触。那这一章以后接触的东西，你高中接触的机会就很少。当然，绝对有一些例外，像有些同学，他高中就已经参加过什么物理竞赛，然后的科展，然后什么东西他有接触。但是通常是不会接触。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章呢，就是要介绍一个电脑，它大概的功能有什么？就是 model， 就是它整个模型到底是什么？那既然我们称之为模型，对，所以各位也有玩过什么汽车模型啊，或者飞机模型啊，所以大概它的一些原理都是差不多一样，但是那个实际上的东西是不一样。比如说你玩一个汽车模型，但是实际上汽车比那个汽车模型大很多，它功能复杂很多，但是基本的原理还是差不多，或者是你飞一个飞机，那我们一般的飞机它的原理跟那个你的模型飞机其实不一样，都是利用空气的这个上下速度不一样，然后造成一个浮力，把这个飞机，那个原理是都是一样，但是就是那个食物的大小啊，还有就是那个它的速度啊等等都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这边介绍的这个computer model也是一样，就这些原理跟各位的 PC 啊，你家里或者是宿舍的那个 PC 或者是你的手机电脑，甚至我们健身装备的超级电脑，这些原理都是一样，但是呢这个规格、尺寸、功能、速度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这边只是跟各位介绍就是他们基本上的一个原理。就是你不能起烟，你不要期望我，也不要期望你自己。说哎呀，我这一张完了以后，我就是我电脑不得了了，电脑就通通都知道了。不要把你期望的那么高。所以你只要知道说有一些基本的原理你懂，这样你就完了。那我们第一个会先介绍 basic 的情况。就是一个电脑，不管是我们的 model 或者实际上的电脑，大型或小型都一样，它有一些基本的元件。那我们会介绍这基本的元件是什么。然后第二个我们会介绍《游戏三》，就是真正这本书的作者做出来的一个model。对，《游戏三》。那这《游戏三》呢，它的真的是做出来，而且就是有一个模拟软体。可以用，所以你假如有兴趣的话，其实在那个光碟，各位买那个光碟后面就有这个游戏叫做 Model， 所以它是一个软体，一个模拟软体，那你可以下这个游戏上的指令，它有它特殊的指令，就跟各位的 PC， 你有你的指令一样，它也有它的指令，所以你可以下那个指令，写一个程式，看它做什么事，比如说把。这个全班的同学的成绩加起来，然后求平均值，或者是全班是一个超过60分以上的，统计他几个人，等等等等，就是你想做的事情，事实上你都可以用它提供的这个电脑模型的语言，把它写的程式，然后你真的叫它跑，它真的可以跑，只是跑出来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结果，它不是真的有一台电脑在那边。不是，它是一个软体，模拟软体。那可以模拟这个游戏三的功能，它跟我们会介绍这个。然后再来，我们介绍这个instruction driver，就是怎么样去执行这个机器，这个机器的每一个指令。那每一个指令它的执行期间就叫做instruction driver。就是经过了一个instruction driver，它就会形成完整。所以，假如你写程式。这个程式是100个指令过程，那么它就经过100个instruction driver，就把这个程式执行了，然后结果就变出来，你就得到结果。这是我们的instruction driver。然后再来我们会介绍最后一个就叫 execution control， 就是说你每一个指令它到底是怎么样去执行的。那这边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整个电脑的头脑，也就是也就是我们在上个礼拜最后一张投影片
我们有秀出一个给各位看，就是 finance statement 系统啊，那一块，那一个就是所谓的 controlling， 所有的 shooting control 就在那一个 finance statement 系统。所以呢，一个子链啊，这一个它会被 shooting control 这个 control unit 去解码，它底下做什么事？啊，这个子链要做什么事？然后它会产生一大堆 control circuit， 就是控制信号。那这些控制信号呢，就会连到这个电脑的其他的部位去，然后去叫那些部位去执行它应该做的，就跟我们的一样，对不对？比如我现在说，哎，我怎么会这个手会举起来，然后会按这一个红点，那就是因为我大脑告诉我，我说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比如我现在要指。你专心插一口给大家看，所以大脑就会告诉我说：“哎，这个把手把右手举起来，然后把这个就这一个 point 指向这个你专心插一口这里，然后下一步按这个按钮，这样。好，所有这一些动作都是大脑叫的命令，而且它把每一个我们叫做这一个时序都控制的很好，就是说。”这段时间是我所要记的，下一段时间我要调整我这个包子，是这样子上线再有一个问题，然后在下一个时间我要按这个按钮，对不对？然后下一个时间我眼睛，他叫我眼睛去看这里，好，然后我会看这里，哦，这个红点不是在上线再有这里，所以大脑会再告诉我走，哎，往上一点，对不对？然后去注意看，然后红点要在上线再有才可以。所以这个整个系列的动作，还有这整个系列的时序，就那个时间点，刚刚就有道理的。好，那这一个 control unit 就相当于我们的大脑，它会产生就是所有的控制信号，啊，包括就是叫我的手举起来，所以它只是一个控制信号，哎，手举起来，那真正那个手举起来这个动作，是由这个我们的肌肉啦，或者骨头啦，或者什么去执行。对不对？但是里面还有控制信号告诉他，所以手要举起来。好，那我们的控制信号是经过我们的神经传递这些控制信号。那就电脑来讲的话，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电子的信号。好，所以它也是一条线，就连到它这个执行的单位里面去，就告诉他说啊，你现在做消防。啊，然后就有另外一条线连到这个机体那边去，所以你现在要做血的动作。啊，然后又有一条线连到这一个 register file 那边，所以你现在要从 memory 里面读一个资料到某一个记录器。那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条线，一条线。啊，那当那一条线是一，它就是会做要做的动作；当那条线的信号是点，那就是不要做的。所以它就是靠控制这些线的一，好让它变成一，又让它变成点，然后什么时候它应该一，什么时候它应该点，说这个整个有点都可以产生这些非常正确的。好，所以整个电脑的执行工作全部都是靠这个整个有点产生的这些控制信号去执行。好，所以我们这一章了解到，我们大概就知道这电脑它的运作在哪里啊。好，那我们这边呢，这里有一段历史啊，就是说这个电脑，现在的电脑大概是怎么样来的？好，那这个现在我们只有一张图片，但是我等一下这张图片就介绍，就这些东西都是很古老的东西。好，以前我们光碟这个远端电这个230页，啊，这个从第一台电脑怎么样开始？然后在宾州大学建立一个用那个真空管做了一个很大的电脑，然后那一台电脑呢，哇，可以塞两三间教室，有两三教室那么大，啊，那整个一个电脑那么大哦，啊，然后现在连一个电脑就是摆在各位的桌子上，所以跟你讲那些一个电脑两三个教室大，讲那些东西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啊，它大然后怎么样，对不对？那现在就变得那么小，啊，所以。好，还有就是说，刚开始那个电脑，
并不是所谓的啊，多用键盘把东西输进去，不是的。哦，刚开始的电脑它有一个面板，有一个面板，这个我大概在30年前了解。哦，啊，讲30年前你们就觉得好早的东西哦，30年前，对不对？30年前你还不了解哪里？对，哦，它是一个面板，然后这面板里面有一个一个的按钮。然后呢，它可以让你选择，哦，说，哎，我现在是要指定位置，还是指定内容？所谓位置的话，就是我现在要输入一个指令进去了，对不对？那我这个指令要把它存在哪一个位置？所以你要把这个程式输进去这个电脑以后，你要的时候你要。一个指令一个指令把它输进去，要手动的，要手动。所以我就怎么样呢？它这边有一个地址键，然后一个内容键，你就先按地址，然后地址，然后那边有一个一个的键，啊，就是按下去这个，没有按下去这个。那所以你现在比如说你我希望把这个指令按进去100001怎么说？这个位置，那所以我就按位置这个键，然后在这些上面啊，这里就发生什么什么，我就按100001，好，这时候电脑知道说，我下一个指令是要存在这个位置里面，好，然后我再按内容，这边有一个键按内容，那这内容就是看你这个指令是什么，比如你这个指令要做加号，那就有一个加号。好，那这个加号指令长得还是这样子，对不对？也是一由连跟一过程。那所以你按内容，然后把这个指令就把它按在这个发射线上面。好，好，那就一个指令就这个指令就进到这个。啊，然后你它这边有一个加，一个加一。比如说你只要下一个指令它存在下一个位置，那你就按这个指令加一，就是。下一个位置，那你就不需要再打。对，我跟你那个下一个指令要打100100100，对吧？刚刚打过啊，打的累，我看有一个下一个位置，就是下一个的指令。那你这样按进去。所以，假如你写了1000个指令，这个程式写了1000个指令，你光是一个晚上，把你这个程式按进去，可能按不完。你就站在那个地方，中间一个。好，所以那时候那个当这个程式设计师的时候，啊，你是让他加班，因为那个公司不可能成立。从早上8点，对不对？开始工作到下午5点，结果呢，你从早上8点按这些键，按按了1000个指令进去，下午5点下班，对不对？他不可能让你加班。所以那时候就通常都利用晚上，啊，就是你白天写程式发展完了以后，然后晚上就在那按，对吧？我就有按过，啊，所以非常非常辛苦。那这些东西都是比较早期的，那现在你们不是这样，啊，现在你们不只是必须要按这些键，而且你们写的程式是高阶语言的程式，啊，换掉就是所谓的就C加加就是其他语言，所以各位效率比较低。高阶，好，所以你们现在就是高阶语言写一写，然后后面的工作全部都是网络，啊，包括把这高阶语言翻译成这种指令，然后包括这些高阶语言每一个指令的方向哪一个位置，电脑都帮你自动处理。好，然后包括哎这个程式。要输进去记忆体里面，要输入在哪里？要怎么样输进去？电脑都帮你自动化的。好，所以现在你们就，跟你讲这些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莫名其妙，啊，这个好像是三点动人的时代的东西，啊，现在讲，这个你也没有什么感觉，啊，好，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电脑就是一直演进，啊，从刚开始。大很笨重，而且很多机械化的东西是演变到我们现在，几乎全部都是电子。好，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它的基本精神都还是在。啊，那基本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差不多是这个，就是一个电脑。啊，它差不多的这一个这个里面的元件，差不多就是这样。那这一这样子的一个电脑模式，我们叫做 Von Neumann Model。啊，就是这个人，这个人最后把这个电脑的这个架构，把它做最后的电脑。但是不是说这个人发明这样子的架构，就是在他之前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人啊去做了这个很多电脑出来啊，然后有些多多少少跟他 PUC 一样，所以到他到在那个时候呢，他把它相当于把它集大成啊，把人家做的东西，然后他把它收回来，我说哦，这电脑的架构应该要这样子啊，他就到后来大家就以他的名字。哦，以他的名字来称呼这样子的电脑模组，叫做 Von Neumann Model。那 Von Neumann Model 呢，它有一个特点，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程式的子链跟资料，这子链跟资料它是维持一样，都是放在 memory 里面。所以我把我要执行的程式，以及程式要执行的资料，啊，都是放在这个 memory， 啊，然后我在执行程式的时候，我是从 memory 把一个一个的指令叫进来，啊，把一个一个指令叫进来，那叫进来叫到哪里？叫到这里，叫到这里，对，好，它是透过这里。好，事实上是经过这一个哈、哦，这个 NDR 啊，然后有一条线到这里到 IR， 这叫 instruction ready。如果这个指令呢是从这边被读进来，读到这里边，然后这个 control unit 就解码。好，那解码以后呢，就知道说哦，我要做哪件事情。那至于说这个指令在哪里，啊，这个指令要在哪里？你要去哪里抓这个指令来？这个地址呢叫 PC， 这种叫 program path。好，那所以整个电脑呢，基本的架构就是这样，它有 memory 的记忆体，然后有 processing unit， 这就是执行加减乘除的逻辑运算，全部都在这里。好，然后这 memory 只是存哦，存资料跟程式而已。好，对，然后这一个呢，就是专门做一些加减。算出的运算，逻辑的运算，啊，所以我们叫 ALU， 啊 ，A 就是这个算出的意思，啊 ，arithmetic 算出的 ，L 是 logic 逻辑的算出逻辑概念，好，然后这边还有 TM，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最后一张到那个图片看，叫做 register file 在这里。啊，所以我在做算数或逻辑的运算，我中间可能会有一些中间值，对不对？我就把它存在这里，而不需要说每一次做完的中间值，我就把它放回来这边，然后等一下再从这边抓过来，这样浪费时间。啊，在那边先把它存。好，所以这个就是做算数跟逻辑的运算，这边就是放程式跟资料的地方。啊，好，然后这边就是。啊，就是比如说各位的 RD， 各位的那个 disk， 啊，就磁碟，还有各位的那个 CD， 你要烧有烧录器，对不对？你要烧 CD 也是一种耗损，啊，还有你的这些屏东部，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这个，它这边就是还有你的 keyboard， 对不对？还有 mouse， 这个都是，还有 CD 也是。对，还有你的磁碟片也是，还有包括各位的现在人越用越多的就是 scanner， 啊，那像这边 printer， 彩色印表机啊，黑板表机都是，好，所以有输入有输出有 memory 的算数和计算的单元，它最重要的就是我刚刚讲，就是相当于我们讲的那个，啊，对对，那这个就是很多。就是一个指令，
我把图片拿来以后，我怎么知道这个酒店要做什么？啊，要怎么做？要如何做？啊，什么时候要执行哪一件工作？它都是有产生那个控制性，好，去控制有道而归。所以我现在要印东西，找 printer 印出来，所以它会产生控制性，那 printer 什么时候动，什么时候不要动，啊，它音波也是一样。对不对？各位，你按那个 keyboard 是按 enter， 你知道吗？那 enter 在干嘛？就告诉电脑说，哎，我现在这行打完了，我要读进去，这样啊。好，所以这些东西，这一个 enter 这一个信号，那你按那个键盘 enter 的信号，一按进去，它就会去通知很多人，很多人就会叫直接去把你那个 keyboard 把信息跟资料读进去，啊。好，然后这个 memory， 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要写，什么时候要读，啊，这个也要 control unit。所以这一个 control unit 就是会整个来控制这个程式。所以假如你的程式哦，比如说你的程式有100个指令，那就要说做100步才会做，啊，那你可以把它看成100个指令。但是100个指令，你是第一个做完，再做第二个，再做第三个，等等，啊，做到第100个指令，一个程式执行完。那这很多有点，它刚开始这个 PC， 啊，它就会放第一个指令的位置。因为现在这100个指令，你把它放在从第1000个位置一直放到1099的位置，等到100个位置，对不对？这时候 PC 就会放1000，刚开始会放1000，然后呢，这个1000呢就会送到这个 MLR 就是 Memory Address 这里，它就会很容易就会让，就会把这个1000，就 PC 里面的内容放到这里来，啊，然后并且呢送一个读的信号给这个 Memory， 说我现在读1000这个位置里面的东西。那这个1000这个位置里面呢，里面是不是放第一个指令，对不对？啊，所以这个1000，啊，1000这个位置里面的那个指令，就会被读到 NDR 这里，然后再从 NDR， 哦，进来到 NDR， 所以第一个指令就会被读到 NDR 这里，然后 Control Unit 因为叫这个 PC 加一。因为你第一个指令做完了，下一个就要做第二个，对吧？那第一个指令是1000的这个位置，那下一个指令是1000.1这个，所以它就会叫这个 PC 加一，然后它就去解码那个第1000个位置的那个指令去解码。哦，你要我做什么事？好，然后它把指挥大家做完了以后，啊，它又去读下一个，那下一个指令在这里1000.1。所以他又把，就叫这个 PC 把1000.1送到 MLR， 然后再下一个指令叫 memory 读，所以呢，这个 memory 把1000.1的那个指令读下去。那这个指令是透过这条线到 MLR， 啊，然后这时候又再解码，他就知道说第二个指令要做，对不对？然后指挥大家把第二个指令做。啊，那在做第二个指令之前，它又叫 PC 加一，所以这时候它又变成1000.2。好，然后等到1000.1这个指令做完了以后，啊，很多人叫这个 PC 把1000.2这个值再送给 MLR， 然后再送一个信号读，它所以 MLR 又把第1000.2的位置的那个指令读到第一个，再抽出这个，然后很多人又解码。就知道说第1000.2就是第三个指令要做什么事，对不对？但是在执行这第三个指令之前，它又叫 PC 加一，所以 PC 里面的内容变成1000.2，变成1000.3，这样。然后呢，这个可能有人又去解码，解码了1000，第三个指令就是1000.2的那个指令。好，然后又指挥大家把这个指令做完就是成为第四个指令。就这样周而复始。那我们刚刚讲啊，就把这个 PC 的这个位置里面的东西，把 PC 里面的东西放到 MLR，
然后再把那个指令读回来，然后再把 PC 加一，然后再去解码，然后去看看这个 IR 这个指令要做什么事，然后指挥大家所有的单位把这个指令做完，然后做完以后为什么又回到把 PC 里面的资料送到我们这来，再把那个指令下一个指令读回来，然后再把 PC 加一，然后再去看看解码 IR， 然后再去产生各种控制信号指挥各个单位把这个指令做完。OK， 然后是不是又回到把 PC 的资料放到身上？这样是不是？你看我刚刚是不是一直重复讲这个？好，每一次的重复制造一个复制动作，就这个动作是重复的一直做，所以电脑哦非常非常机械化。啊，你各位看那个，你只要看那个我们以前的童话故事或古旧的小说，啊，说那个豆浆怎么磨出来的？对不对？那豆浆是一个磨，是一个磨磨出来的。那这个磨怎么办？就是用一支鼻子，啊，把眼睛蒙起来，然后鼻子呢就这样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然后磨就一直转，一直转，然后黄豆就一直磨。啊，那豆浆就这样做的。啊，那你看，我们这个电脑就相当于在这里。好，它就这样一直转，一直转，每转一圈就是这样一个计算。好，就转一圈就是一个双倍翻，转一圈就是一个双倍翻。所以在这里，只要你的程序有100个指令，它能转一整圈，它是能够。它每一圈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啊，把 PC 里面的内容放到 NVR， 然后呢，将那个源码读出来，放到 IR， 然后放到 IR 以后呢，就把 PCI。啊，事实上这两个动作是平行在做。哦，就是这样子。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啊，放进去，然后放到 IR， 然后解码，把 PC 加一，然后把这个指令解码，然后产生各种控制信号，然后把这个指令执行完，执行完以后再回到这个这边，把 PC 的内容放到 NVR， 然后再把指令读出来，放到 IR， 然后再把 PC 加一。然后再解码 IR， 这个 IR， 它产生各种控制信号，然后就把这个指令做完，好，然后再回来把 PC 放到里面，就将一支新码，就是这个双码。好，那这个循环里面，事实上有很多步骤，对不对？它比较我们就是一个双倍翻译的实验，它包含了几个 step。它这几个步骤是非常机械化，好，非常机械化。第一个步骤做完就会做第二个步骤，第二个步骤就会做完就会做第三个。它不会乱掉，它乱掉的话就电脑不好，它绝对不会乱掉，一步一步就这样子。好，好，这样 OK 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电脑它的模型，基本的模型。啊，现在总共有一二三四五，那有些数字把它写成四，为什么？因为 I 跟 O 就合成叫 I O， 啊，但是我这里是把这两个拆开，所以这个是五个单位，啊，有些数字写四个单位，所以第一个是 memory， 第二个是 A L U， 第三个是 control unit， 第四个是 I O， 那不管这四边的话是 I 跟 O， 啊 ，input 跟 output 是总共五个。这个基本的功能，所以我们有总共五个基本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电脑的这个功能，任何一台电脑现在还是一样啊，不管是你的 PC， 或者是我们电商中间的超级电脑，都还是一样啊，里面就是有这五种基本的啊。好，那我们的机体呢？所以我们以下就一个一个来介绍这个每一个啊，它到底基本的功能、基本的这一个的架构是什么？那 memory 基本上就是什么？啊，就是一个半导体。然后这个记忆体，这一个记忆体呢，它把它分一格一格的。那每一格里面呢，就可以存，看你要多少格，每一
个电脑能力啊，啊，那但是现在通常都是几乎是变成一个标准，就是每一格呢放八个这个，我们叫一个半，叫一个半。也就是说，现在几乎所有的电脑都是叫做 byte grid， 所以我们。我们那个上个礼拜有跟各位介绍过，就是可以来发你发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位置放一个档。好，好，那所以我的 memory 呢，就是从位置零一直放放放放，一直增加啊，零零一零二零三零四三十个档。那每一个地方就是放一个档，就发出去。所以假如说比如说你说哎，那我们介绍的这一个比如说我们的时速不是放32个 bit 吗，对不对？好，那去我一那个格式啊，就32个 bit， 那我放哎慢慢就算数了，所以一个时速就是我第一个时速你想放就是个档，好，那下四个时速下一个时速的话下一个时速啊，所以你一个指令，当你要处理时速的时候，那一个控制单元，它知道你要处理时速，对吧？所以它就知道说，哦，每次读资料至少一定要四个半，因为一个时速是放在四个半，所以它会同时四个半的时速，就是这样。啊，那假如说，比如说你现在这一个指令是要处理 ASCII code， 对不对？当他一解码就知道说，哦，这个指令是处理的是 ASCII code， 所以他就一次处理了，因为我们 ASCII code 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他会读一个 byte， 什么时候他会读四个 byte， 或者比如说你的整数是两个 byte， 那他一解码他就知道说，哦，这个指令要处理整数嘛，所以他就读了。好，好，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整个 T 曲线它是一个 byte 一个 byte 的单位。比如说当你解码的一个指令里面，他知道你一个时速四个 byte， 他会连续读四个 byte 这样做。好，所以他会读一零个 byte， 一零个 byte 读完，他读第一个 byte， 第一个 byte 读完，他读第二个 byte， 第二个 byte 读完，他读第三个 byte。他把这四个 byte 方读出来，他才会填补对 memory 做读取功能。好，那假如你是做整数，这个指令要做整数。它对读两个 byte， 第一个 byte 读出来，第二第零个 byte 读出来，第一个 byte 读出来，好，它才会填补。好，它假如是这个指令是说 ASCII code， 它读第零个 byte 出来以后，它就读，好，它就知道它读了。好，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指令上面，指令那个格式上面进行变化。所以这个指令它是要读一个 byte。还是读两个 byte， 还是读四个 byte， 啊，在这个指令上面都已经设定好，啊，所以电脑在解码的时候它很清楚，啊，就是像我这个指令，你就告诉你读一个读一个 byte 还是两个 byte， 好，那所以一个 memory 的长得就是这个样，啊，它的 address 也是从小到大这样，那至于说这个 address 有多少条线？就是有多大，就看你的 address 有多少。假如我的 address 只有四条线，对不对？四条线，你看，一二三四，四个 bit。好，我的 address 只要只有四个 bit， 那你这个 memory 最多就是16个 bit， 对不对？就从0000到一，所以这里是连位置流，这里是位置食物。啊，你只能抓到这16个位置的资料。啊，你不可能说，哎，我这边是四条线哦，结果我抓到，要让他抓这个32个位置，糟糕，啊，那所以，假如你的这个 PC 是可以允许你，比如说，哎，我的这个 RAM 可以装到多大，啊，当你买电脑的时候，他就会告诉你，啊，你这台电脑可以装到 RAM 可以装到多少，那你就可以算出来。它是未实现的，啊，然后这个通常每一个位置里面，我刚刚讲的是一个档，然后你还必须查看，就是说，哎，你的电脑
到底一个整数是用多少个字，一个实数是用多少个字等等啊，所以要去看这个规格作用。但是通常现在我们用高阶语言学，我们就需要干嘛？那个拍的编译器的方式是用作词啊，但是以前不是，以前没有这种高阶语言，所以你要自己写的字的要去啊，到底有一个质量是可以一个半还是两个半还是四个半，这样子。那现在我都不知道啊，你像你的家乡下学期你写成一个半，就在你管它。你的电脑到底是一个坏的，一个整数是要一个坏的存，还是两个坏的存，还是四个坏的存，都用啊。好，所以呢，一个记忆体里面，你要这个一定要去告诉他，我是存的地方在存在哪一个位置，然后再来我要存的内容，对不对？那这个每一个位置里面的内容有几个变啊？我刚刚讲的通常是要保存，就是要。啊，有多少个变数？那就是它八个变的 value 被存在那一个位置。啊，那每一个位置都有 unique identifier， 就是 identifier 就是变点变式。啊，变式的这一个号码，所以每一个位置都有一个变式的号码。那这个变式的号码是什么？就是这一个，那个变数，也就这个意思来讲，四个变数。啊。他说这每一个四个变的就是一个矮根的嘛，就是这个位置的变式的啊，所以我们就是用这一个变式的符号来知道说啊，我现在到底要抓哪一个具体的位置啊，比如我现在要抓0101的位置的资料，那我就告诉电脑说我现在要抓0101和0101的位置的矮根的，那他所以他就是搞0101，就是这个内容，你这里面内容都是连八个人，那不算是啊。所以 address 跟 content 你一定要把它分成。address 是这一个空间，这个地方它的位置。content 是这个地方里面放的内容，这样对吗？好，那没问题。啊，所以比如说这个就跟各位的寝室一样，比如你说寝室401号寝室住的是这个林志玲，对不对？那401这个是位置，401的位置，那里面住的是林志玲啊，林志玲知道吗？啊，好，所以你要把位置跟内容要分清楚。好，那对于一个记忆体的基本的 operation， 你能够做一个记忆体做的动作，基本上是一个就是存，对不对？你就是洗，那一个就是读，对不对？一个读，一个就是洗，啊，一个就是存，一个就是洗，就像各位的那个。油脂的账户一样，对吧？你那个账户就是那个油脂，那相当你的那个账户就相当于一个，所以你只做两个动作，一个就是提起来，把钱提出来，一个是把钱存进去了，对不对？虽然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做提的动作，啊，因为存的动作是你爸爸妈妈在做，对不对？啊，像我儿子也是这样子，啊，我太太专门帮他做乱的动作。哦，这个 store 的动作，然后儿子专门就是做 load 的动作， load 是 read 的意思，就提前出来的。啊，现在我想大概很少同学会去做 store 的动作。啊，当然有些同学打工，啊，打工也不会去做 store 的动作。啊，今天花薪水了，就把它存进去，这种叫 store， 或者叫 write。啊，那你只要是做提款的动作，那就是叫 read。啊，所以我们的记忆体就相当于这个。好，这个就是记忆体。那你在做，在我们刚刚讲说，你要做存跟提的动作，对，read和write的动作，或者是 store 跟
肉的状态。啊，你说我们通常会叫做肉跟瘦，我们不会再讲肉的两种。啊，肉的就是各位都知道嘛，那你要不要下载，对不对？啊，那么你现在要不要下载这个影片？它下载的意思是往出去，对不对？啊，它 store 就是啊，好。那你看我们刚刚讲说一个 memory， 你有地址跟内容，所以当你要做存跟那个load或者 store 的动作，你都要跟地址跟内容有关系，对不对？啊，比如说你现在要做load 的动作，你就读的动作，你需要用它读哪一个位置，对不对？哦，我要读一连一连的位置，所以要把这个位置放进去。怎么样？哦，我现在要读一连一连的位置，所以要把这个位置放到这里。啊，然后这时候呢，他把这个 memory 把一连一连里面的东西读出来，放在哪里？放在里面。所以这个 MAR 跟 MDR 就是 memory 的一个界面，就是电脑其他的地方跟 memory 之间的界面，就是 MAR 的。好，所以我 memory 外部要去读 memory 的东西，我很简单，我只要把我要读的位置放在 MAR 的，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再从 MDR 的资料读过。所以说 memory 里面长得什么样子，我外面可以这样子，应该跟我们外面怎么说，所以这个就叫界面。啊，所谓界面就是你不需要去知道内部状况。啊，就好像比如说女生宿舍，男生宿舍比较好，所以女生宿舍，我们以前女生宿舍管很多，那时候我在念书，女生宿舍管很多。啊，你们现在是不是有那么严？哈哈哈哈，我不敢去进女生宿舍。哦，那我们以前女生宿舍怎么样？就是你进去的话，你男生不能进去啊。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教官室。那你要找任何一个女，任何一位女生啊，哦，你必须要到那个教官室。那跟他讲说，我要找哪一个寝室某某，然后呢，他就帮你找。那每一个学校找的方式不一样。啊，每个学校找的方式不一样。有些学校呢，他说你告诉他，哦，我要找101-040，好，他就开始，你要登记哦，你要登记在本部，啊，登记完了以后，他拿那个麦克风，101-040快找，哇，整个宿舍都听到，哦，就是一种方式，对不对？然后有些呢，那个学校是怎么样？他有那个里面的队长。哦，他就按101寝室的那一个队长，那队长就是连到101。哎，有101是吧？哎，你这条在不在？在讲，讲。所以这一个就不会全部。哦，那有一些学校呢，它的设备更差，连麦克风都没有，他只好叫一个工读生到101室，我回去，对不对？然后敲门101室，然后把你进来。哦，但是对于外面要找的人来讲的话，你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他不需要知道，对不对？他只要告诉他说我要找101-040，啊，这个就叫我们的界面，这就是界面，懂吗？然后前面啊，我告诉他我要找101，对不对？然后找这04，你必要就是04。所以我比较在意的是说，我告诉你我要找谁，然后你到后来真的把你自己叫出来。好，那所以我看这个。至于说你内部是用扩大器叫的，还是用这个什么这个按钮啊，还是用工作的跑去叫的，这我们不需要记，这我们需要界面啊。所以我们这个 memory 的界面，外部跟它的界面就对了。好，那你要做读的动作，你要做load的动作的话，你就说啊，你把位置放到怎么样一个位置？好，所以 control unit 会把 address 放到怎么样，然后送给他一个 read 的事情，然后过一段时间，
所以做漏的动作就是三个步骤。那做 store 的动作，做 write 的动作也是三个步骤，对不对？我要把零至零写到一零一寝室里面去，所以我 write 的动作怎么样？把这个 data 零至零放到这里去了。好，然后呢，把这个 address 一零一放在里面，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产生一个 write 的动作。说好，把零字也写进去，好，那写在哪里？写在里面。好，我感觉零字也好像也不太有兴趣，好，因为跟你们也差太多了。好，我等一下想一想，看有没有比较跟你们有兴趣要讲的。这样 OK 吗？所以对一个 memory 或对 load 跟 store 的动作，基本上就是有这三个。好，它就可以在 memory 里面。啊，用 root 出来，或者写一个东西都可以。好，我们继续请教。